记者冯毅宁台北报道。出身自台湾的赖冠霖，自选秀节目 Produce 101节目第二季获胜后，成为南韩韩团 101 一员。个性稳重且外表酷帅的赖冠霖，在台湾和南韩都拥有高人气。他先前以一袭 Valentino 2018春夏男装帅气现身仁川机场，内搭长袖 T 恤上的 VLTN logo 相当吸睛。今天晚上赖冠霖将出席专为男士设立的 Valentino VLTN 系列发表会，同时现身香港期间限定店的开幕酒会担任嘉宾。VLTN 是 Valentino 传统的全新展望，将工艺风与运动服两种看似对立的时尚表述，在设计师巧思下以崭新 culture 概念处理运动元素、动态美感和 hip hop 文化。赖冠霖身穿 Valentino 2018春夏男装 Valentino 提供